香港的朋友啊，啊，台山地位啊，哈、哦，我们唔唱了哈、哦。好来，哎、欸，安尼呢，然后呢，准备准备好了哈、哦。好来，因为你众生欢迎。侧身才可以，我的正面跟他快要两个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共生共生，来龙太感言的收给他，佳慧啊，哎你是哪边的客家西阿摩耶吼？我是屏东林洛，屏东林洛的客家人，客家妹子，很讲哦，有讲哦，有哇，你们都讲哦，哇，太感动，很讲了吼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有介绍佳慧，就是大家其实在华语的歌曲里面呢，非常的认识你，因为我讲蒙迪啊。佳慧甲个客家话、客家歌也创了暗号，哎，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怎么样会转到安尼创这个客家歌哦？疫情的时间，我现在要讲中文，很像客家。啊，都说的，嘿，就是疫情在家的时间当中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罗文玉，罗文玉老师，
还有包括刚才为大家演唱的我的大前辈谢雨薇老师，我在听他们的客语歌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因为有安后堂的哈嘎狗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客语歌。然后啊，是以前我本来就是从小讲客语长大，从小要讲客家话，原生都在那阿公阿婆带台的，所以说我在年老的时候本来我母语都是客家话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可以用客话唱歌的，因为以前弹的歌都是什么阿嬷爱上那种，好，那是啊，恋真啊，真失恋。打扮了有什么？打扮了有什么？就是这种歌，就是这样子的歌，但那种歌跟我就很难联想在一起。那当我在疫情的时间，然后啊，就听了罗文玉，听了谢雨薇老师，然后听了米莎，听了很多很棒的客家创作人的客语歌之后，我就想。为什么？然后文玉也找我一起合唱了一首歌，叫《我的名字像你的名字像一首诗》。两个名诶，叫一首诗，叫一首诗，叫一首诗。就反正就听了这些歌以后，我就觉得哇，现在的客语歌的创作竟然这么样的包罗万象，然后这么样的有不同的曲风。那我既然身为一个唱歌的人，我是一个歌手，我为什么要被语言限制？哎呀，因为我不分语言的嘛，应该不可以有语言的限制，因为当你在听英文歌、听日文歌、听韩语的时候，你只会觉得它的律动、旋律好不好听，它的音乐性好不好听，你不会一定很快就想要知道他在唱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个想法，为什么我不用客语来创作、来唱歌、来写歌？哎呀，于是有了大家刚才听到的《玫瑰花香》，挑战糖多一条，《玫瑰花香》嘛，喺我自家写诶。哦，很美哦，吼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在你按好的歌声来唱诶，唱出诶你这个客家的两个语哦，吼。相信呢，在我们世界客家博览会期间呢，大家最洗脑的歌是什么？客家牛儿有没有来唱遍？我是我唱过。那刚刚说，我们客家人有语言的天分呐。有语言的天分，客家人，然后嘛，各个唱歌，哎，各个唱歌吼，没啦，你就哎青菜来唱。不过俩这首歌真的在世客博期间非常非常的洗脑吼，啊，今年呢，我来恭喜你啊吼，得到今年的金曲奖哦，哎，你那边怎么想来唱唱哈那多客家歌？哎呦，当然是喽。谢谢，从我腿间，我看他一脸狐疑的往那个台上说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不是唐医师啦哈，圣麦应该也听得懂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音乐不分国界，不分这个语言的哈。来，我们听佳慧好听的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上。